这个就清楚吧，看得见吗？嗯哼，这个动作就应该，就应该这么，就应该这么潇洒。这太极拳是潇洒日本的，但是这当然咱们有玩的成分，就应该这么做出这么潇洒的动作。啊，也就是这么。就是你，好轻松。说起来了，就拿这手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。就应该这么一个动作。就放在这个手指的外面。哦。是特别艺，有艺术感，让人有一种享受感，舒服啊。感觉就不是让人看见是这么一个东西。这是都对啊，是一个。特别游戏是吧？小游戏是吧？是，哦，那个很奇怪，你刚才那个。我有点刹不住车。就应该是这么一个。是是是是。哦。所以这个为什么那么多人迷倒？啊。他学不到，他也担心学。啊。原来就是他这。